大家好，这次要提案的主题是新时代连锁零售商店 AI 管家。目前的连锁零售商店是用 POS 系统记录销售数据、库存数据，以及用 ERP 系统整合供应链、财务与会计等营运流程数据。不过 POS 系统与 ERP 系统目前无法自动且明确给出关于销售决策与进货预测等建议制定，所以这次提案将引入生成式 AI 工具，先由 ChatGPT 4o 收集 ERP 系统整合的销售资讯、库存资讯、顾客资讯，以及收集 ERP 系统连接外部网路取得的，例如节日活动、天气、气候、国土规划地理资讯，或以及民政局资料库等环境资讯。待 ChatGPT 4o 分析完之后，借由 Tableau 生成视觉化报表，并且可多频率且连续性的更新各项数据，不仅能及时协助中央仓储管理，精准对各商店进货，又能帮助总公司调整定价、折扣与促销策略，精准行销、精准管理，大大提升商店服务品质顺畅度，进而提升顾客满意度。而以上图片就是新时代连锁零售商店 AI 管家以 ChatGPT 4o 与 Tableau AI 协助连锁零售商店进行销售管理与库存管理的系统运作流程图。这次的提案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